这是一个带有延音符的扫弦，也叫切分音，非常实用，很多曲子都会用到，比没有带延音符的扫弦听着更加随意自由。有些人遇到这种节奏就不知道怎么练习了，收藏这个视频慢慢学。首先我们要知道它的原始节奏，去掉延音符就是它的原始节奏，哒哒哒哒哒哒哒。再说说有延音符的第二拍的后半拍，延到第三拍的前半拍，那第三拍的前半拍是不发音的，我们把这个不发音的地方改一下唱法，哒变成嗯，哒哒哒嗯，哒哒哒哒哒哒嗯，哒哒哒。先弹原始节奏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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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重点来了，延音符扫这种节奏关键点就在嗯的那一下，虽然它不发音，我们还是做一下空扫的动作，哒哒哒嗯，哒哒哒哒哒哒嗯，哒哒哒。扫的动作和原始节奏一模一样，关键点就在嗯的那一下，不出弦就是了。我分别演示，看清楚了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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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嗯，哒哒哒哒哒哒嗯，哒哒哒。动作一模一样，再慢速示范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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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嗯，哒哒哒哒哒哒嗯，哒哒哒。做空动作能保证节奏不出错，这种方法非常实用，对学习延音符切分音很有帮助。